魔术师实体，机械师，不是磁铁，弹射机械。没打出去吗？这刀。哦，应该能摇起来了，我丢了两次。记得往回逛，餐饮手电机，有人会从石像过来救。接着去插眼，手电机。打出去。
来魔术。这好像是个弹射佣兵，哦不对，前锋。你开得动吗？我那边丢了个眼。顺点不错，可以直接往左边走，只要不是前啊、不是前锋。哎，这个人被吓回去了，那他完了呀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完犊子了呀，一个误认，等等吧。哎，看了好远的球啊。摸好了，舞女摸了，人数拦截一下吧。啊，应该不是他救。那就逼一个人过来救啊。魔术师过来了。
没人修电机啊。拼个分身。刷死了。救不到了呀。哎，重新修一台没用啊。真是不凑合用，佣兵是佣兵吗？佣兵其实继续在，他想设人皇机，来看看这个人是谁。挑枪，好像还行，可以追。点转错了、哦。挂这边手电机，把这幽冥赶走。幽冥到四合院了。哎呦，这吸得准啊。拖了一点时间。
这边要打双刀，因为右边还能救。不救了。酷毙交不交？你交了我也要打你一下。打个受伤，那魔术师这修电机，修电机，我怕他修完了。保险起见，到哪了？我不着急，我先把他挂了，我再追你。他是有治愈的，反正他屁股铁，一时半会死不了。
翻进来什么操作？哎，又要去起点，先知往旋转木马跑了。看看起点是谁？起点调向。不追了，这么放个香水跳起来，一个加速又是车。佣兵，你都不走位的吗？这个人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木马。哎呦，蹭到无区了，这回美滋滋。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到了，蹭到就是赚的。再打佣兵，然后让他后遗症加一层，恢复的就慢一点。不知道是谁把板子下了。我靠，还能这样呢？传送被咒了了。盔甲，盔甲。佣兵没治愈，旋转木马这是最后一台，先知再重新修，然后这边调香师，调香师救，然后去补电机，那这边直接把黑妹给针对死，无人不交，
让他救。记得抓条枪，打残就行。亏了。两个人都没开门啊。让他挂飞。然后找地窖。幽冥肯定倒到一个地窖的位置了。掉在这儿，我看见他了，想瘫来着。不过无所谓了。这个先知又被打下去了，这个先知世界一。又不是推进器，干嘛呀？这都能没干到呢。
不是他要接住，那我还闪现个锤子。哎，他的判定依旧是那样，有板子他百分百锯板子，稍微偏一点他肯定锯板子，他绝对不会锯人。哎。不救了吗？怎么还听见撕绷带的声音啊？弹射前锋。有点难受。哦，这都给你撞到了。啊，这个句子取消不掉。这都打完一局了，还没排到人。这里又没约瑟夫，医生都上场，看见医生了，在废墟，没打算往小木屋走，去废墟了，睡一会儿吧。
他没修，还在跑，小板都不管，抓医生就行了。滑就死，擦了眼加上15%，滑不动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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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哦不丢，不贪一点。哎呦！还是他没了，还被盖板子，弹射前锋。哇，你很喜欢玩这招啊。确实，挂不了了。
9克。 有一台人换机，三连我看不见。 你都敢打了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 机械师切来切去的，切来切去的。
又手电机，那我留，重新修一台。救不下来了，飞了。他又想挂这边来。他也不怕摇下来吗？你看你摊椅子，他只能过来守了。丢眼，把他带走吧。都快吸了一只鸟了都，你挂我有何用？人皇金那边也在修，怎么重新修了？可以修。可以很秀，欢迎张了解一下。一个敢点，一个敢就一。平了，平了，平了。我他妈人脉了吗？平了局，他这么送的话，我反而不介意呢。投了，这排位都服啊！鬼！我四阶二直接进殿堂了，小丑。他进鬼屋拿飞行器了。准备撤，哦，去黑妹了。
他抓黑妹的话，他怎么杀人呢？闪现啊！他推一个狙就被揍，推一个狙就被揍。七点的电机不要了吧，我补不了，直接撤，直接撤。补佣兵电机，佣兵去救了。铁匠木马和鬼屋，其实这起点那边有三连。这老娃娃在修，去鬼屋。黑妹的电机应该修没修多少。这台是黑妹的，哦，这黑妹也太真实了。没了呀，除非这个。哎呀哎呀哎呀，骂人了骂人了，马老这边骂人了。早用早 CD， 假装滑，还有闪现呢。哎，哦，聚得到，那我撤。弹了，弹了，弹了，弹哎呀，这个钻打的没闪现，传送。摸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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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点，摸起来。哎呀，这个钻打的。
黑妹，黑妹，黑妹，来，摸一下，有层数的，有层数的，哎，他又腿钉起来，来，上滑梯，我就不信你都推上来，你推上来，你能下去吗？结石，结石，开心啊！结石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结石的欢声笑语。哎哎，咒术师，咒术师，摸一下陈帅，陈帅，哎呦！来，陈数，哎。哎，节点了。他有传送，他不敢传的，除非他二挂的结石，他敢传的话，佣兵就把他偷了。哎，小丑怎么飞起来了？走了，不是他回来干嘛呀？我们俩都在门口等你呢。揍他！LV 包包，好了，没了。去小木屋修。反正不是小丑，应该是杰克了。飞的，飞娃娃挺准的。不感觉这个人带着闪现，想到我开刀一样。他留了。
叫闪吗？交了，好像结石没死啊，你交了。闪现交了，结石没死，带了风窗和一刀。结石的娃娃呢？了解一下呀，我的电机差很多。哦，末班车有希望，来来来来，调制快快快快！懂事。连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枪点枪点枪点，咻呀！地窖地窖地窖，重向地窖，哦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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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向下一局，不对，重向大门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哎呦，我还直直冲冲的朝我这来了，溜了溜了。三连电击，四连，啊不对，五连，这边都连一起了，赶紧破了赶紧破了。蜘蛛手电击守住的都没了。什么情况？膨胀，收这台。给谁呢？给佣兵吧，给黑妹吧，感觉佣兵要被吐一口就没了。
那边有电机，你不去修吗？不就我去。干嘛？有没有偷了？该。带你葬了，摁一下，用命灵性一点，没了，天可传送，这肯定要传这台或者是四合院。磁铁好像也是个瓜皮，电机被锁了，撤。这么贪的吗？什么情况？这个人都还在这边修电机，刚才他锤了我一下。佣兵的个人秀了，秀起来了。又没开始秀了，三，我等佣兵满血，直接点，他想吐死的。传送喽！走地窖。偷偷摸摸过去开。跳地窖了，跳地窖了！哎呀，这大房。